青春没有输家，第一眼呢，开打，准备出发，前往拉萨市。兄弟们好，现在的话是下午的2:56，马上3点了。今天的话是最后一次在这个豪华无数车躺着了，刚才就睡醒了。刚才那个收报废车的嘛，他还有10分钟就到了。今天的话，咱就把咱这个豪华无数车给报废了。昨天就是思前想后的嘛。我觉得这个车不行了，兄弟们，应该是坚持不住了，因为就是保险没交，保险还有审车嘛，然后提前就一个月之前就给我发消息了，我没去，没时间去，主要是，好吧，所以说也不交保险了，也不去审车了，他懒得动了，这个车他已经到达了他的年限了，好吧，所以说报废了，好吧。过费了，咱重新换辆车出发吧，好吧。下面那个31号空的，空的。不带劲。现在已经收拾好了。哎呦，还蛮美啊！哎，全部家当了，再签个合同。签完了，磨叽了半天，我们两个人，然后那个老板挺好的，然后2900元嘛，2900元卖了，好吧？这个车不已经不属于咱了，重新弄一下。这东西的话，该扔的咱就扔了啊！等会儿让保洁阿姨，那边有个垃圾桶嘛，等会儿咱就扔到垃圾桶了，好吧？我看什么该有什么不该有，咱收拾一下。要的东西很少，到时候再说吧，好吧？先收拾一下。李岩呐，拜拜了，收拾一下。现在是晚上的7:43，不行，饿了。咱的不是车前款，咱的那叫报废款下来了。今天晚上奢侈一下，好吧？人生得意须尽欢。好吧，潇洒一天是一天，好吧，好像是先开的牛蛙随便吃，好吧，现在过去开吃，会吸一点，再把这吹熄了，这个的点头牛蛙上来了，旁边有人，我还不好意思说话呢，先拿了这些，到时候不够再去拿，先尝尝味。怎么说呢，79.9不包括锅底39不合适了，可能我料的锅底素菜牛蛙没味道，哈哈哈。今天算是吃上肉了，出发自律，时间不早了，现在都晚上9:15了，今天自律迟到了，好吧，把红牛今天晚上喝蓬蓬了，凉蓬蓬的，好像没看到毒，看见毒不对，刚才没看到。拿瓶冬虫吧，冬虫料大。再拿包烟。兄弟们，现在到达网吧了，快乐加倍，开始修仙。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兄弟们，还是到达云吧。这才吧，这才离得更近一点。开机。兄弟们，现在电脑打开了，快乐加倍。现在的话是晚上的9:22，9:30，正好，好吧。现在正兄弟卡传奇了，主要是咱不注意卡传奇的话，还有点刺激，好吧。现在开启我们的快乐休闲时刻，好吧。行，大家晚安了，晚安，马卡巴卡，明天见。